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第六章的部分。那第六章呢，最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认识这些地球上所有的这些物质的它们的成分，还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黄金是黄色的？或者说为什么铁是银白色的？为什么水是透明无色的？那为什么这些物质呢会蒸发会消失？那如果这些物质它的最小的成分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探讨，就是所谓关于原子的介绍，或是说这些元素的组成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比较微观的部分，来探讨每一种物质它的成分是什么，它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所构成。那六之一呢，首先要为各位介绍是元素与化合物。那什么是元素与化合物呢？在我们第二章的时候曾经有学过，把食盐跟这个沙子分开，当时我们是利用一个物质的特性去做分类。那物质的特性呢，我们怎么分类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物质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纯物质，一种叫做混合物。那纯物质呢，纯物质就比方说我们喝的水，纯水，或者说我们吸的氧气，还有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还有像是葡萄糖，这类的叫做纯物质。那混合物呢，就是比方说你喝的豆浆啊，或是牛奶，或是果汁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先来区分一下这两个东西的性质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混合物的部分。混合物指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物理方法，就是可用物理方法就可以把它们分出来。比方说这个食盐跟沙子，我们可以利用它溶解度的不同，就是这种物理方法。或者说，铁粉跟这个铁砂跟这个一般的细砂混在一起，那我们可以用磁铁把它分出来。所以基本上混合物都可以用物理方法，比方说溶解度的不同，对不对？溶解颗粒大小，颗粒大小，或者说呢，利用这个熔点沸点的差异，比方说酒精跟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沸点的差别，把酒精呢蒸馏出来。然后水它是100度，它会比较晚蒸馏，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颗粒大小，像是沸点、熔点的不同，等等的方式，就可以把混合物分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章所学过的。那接下来第二章我们要介绍就是，那纯物质呢，是不是可以再进行把它分解呢？是的，可以的。纯物质呢，它可以利用化学的方法来分裂，把它再分出来，所以呢，可用化学的方法呢，再分解。好，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元素，一种叫做化合物。所以纯物质基本上就是包含元素跟化合物。好。那什么是纯物质呢？我们来介绍，接下来进行元素跟化合物的介绍。所谓的元素呢，就是指它的成分非常的单一，就是由一种原子所构成，就是一种原子所构成。只有一种原子，那你也不能再用化学方法去做把它做分解，所以呢，基本上它就被称为叫做元素，不能用一般的化学方法分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归类在元素的部分。那什么是化学方法？待会提到，就是比方说照光或者加热，或者是电解这些方式，称为叫做化学方法，就是利用一些什么电啊，或者是活性的差异把它分解出来。那么呢，哪些东西属于元素呢？例如我们呼吸的氧气。氧气呢，各位如果你知道的话，氧气的化学式叫做 O2， 它就是有一种原子所构成的。元素啊，或者是呢，臭氧什么臭氧，它叫做 O3，
啊，那它也是由一种原子所构成啊。那比方说还有像是氢气，氢气的话就是 H2 啊，或者是像是这个碳石墨，石墨呢它的元素就是碳。好，所以这类的物质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元素了啊。那还有比方说硫磺，硫磺就是 S， 所以这些物质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叫做这个 S8， 是由八个硫原子所构成。所以这些物质呢，我们把它叫做是元素。那什么是化合物呢？化合物呢，它基本上它的名字有化合，所以它是由两种以上的原子，我可以说两种以上的元素所化合而成，两种以上的元素化合而成。那化合意思是说它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 的物质，那除非用化学方法，不然是不会把它分开的，必须以化学方法才能够将它分解。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元素与化合物的介绍。